寂寞亭台楼阁，喧嚣街巷院落，是谁怀着淡淡忧思往来其间？雨后绿草青青，灰中湖水平平，是谁携着点点惆怅默默观赏？他常常蹙眉静坐，有时也引吭高歌，都因忘情与点点墨香。他常常独处一隅，偶尔也与人谈笑，皆为在现实的世界里找寻那艺术的灵光。手中的一卷书是一方净土，笔下的千百个人物是千百种心性。作为一个钟情于水墨人物的画家，王国栋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其中的奥妙和要领。为了找到创作的原型，他愿意跋山涉水，放眼于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。为了感受人物的心境，他不惜临摹实践，观赏昔日的宝鼎茶筅，学习豪杰的舞刀弄剑。每当画笔而立，他却踏然忘言，仿佛此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。烟雨明蒙画景昏，浓歌四野静纷纷。王国栋沿着林间小路步履坚定，憧憬着松柏掩映出的艺术花房。雾霭缭绕，曲径通幽，他在这执着前行的漫漫长路上，究竟收获了怎样的独特风景？王国栋出生于全国解放的号角声中，广袤的冀中平原抚育了他，有感于泱泱华夏，物美人杰，文化源远，泽被万世。他早在少年时代已深深着迷于《水浒传》中的绿林好汉，他渴望用心去体味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，渴望用笔绘制出那波澜壮阔的英雄集锦。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他所创作的水浒英雄之中，去感受那大浪淘沙的历史岁月里本色英雄们的喜怒哀乐。试看树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，虚名不利不关愁，裁兵及剪雪谈笑看吴钩，平抑前王并后帝，分真伪占据中州，七雄扰扰乱春秋。一部《水浒传》在民间流传几百年，梁山好汉仗义行侠，嫉恶如仇，为民除害，替天行道的故事，广见于曲艺、戏剧、电影、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家喻户晓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。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、关胜、林冲这几条好汉自然是赫赫有名，就是略排在后面的英雄们也个个形象饱满生动，深入人心。对于小说的文学特色，许多文学家更是赞不绝口。明代李治就曾说，此书虚尽情状以为写生，而赋意以之会事。对于这部文学经典，虽然通俗易懂，但若想要深刻理解、透彻把握，也绝非一日之功。对于一个画家想要别开生面、独树一帜地画出《水浒传》人物版图，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王国栋深知，
要想取得这个系列的创作成功，不仅需要扎实的绘画功底、创新的思维方式，更需要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博杂的文化根基。这本集子的成功之处就是对原著把握的比较好，国栋对原著读的也比较细，翻来覆去的研读，他不但读这个《水浒传》，而且读了这个跟《水浒传》相关的一些个谈这个水浒文化的资料。